杰先生，我等你好久了。硅谷先生，我想再和你交易一次。我也是希望的。还记得罗锅桥酒店吧？罗锅桥酒店，黄秋英现在神出鬼没的，他认为整个的奉天城都在他的手掌之中。 他们绝对不会想到那个地方，因为那是他的伤心之处。您继续说。我知道现在于顺明和他的儿子在你手上，对吧？你怎么知道？这就不用你管了。我呢倒是有个提议，这个提议和于顺明的儿子有关。如果将档案和他儿子同时放在一起，他只能任选其一，他会怎么选择？ 文英がいいことを言ってくれた。よく考えてみたんだが、今回の取引は繊細一遇の機会だ。文英と最初に取引してから今まで一番得難い機会だ。明日の午後行動を開始する前に、俺たち当事者以外の者にはこのことは伝えるな。サキ。 新聞社とラジオ局にカンフェの親玉の子供が処刑されるとでっかく見出しを出させるんだ。保安庁員に必ず伝わるようにしろ。就喝了这杯酒，路上不怕没人陪。我说你大半夜的发什么神经病啊？啊？就，你这次是跟鬼子硬碰硬了。如果说你交易完档案，他们要翻脸了，你怎么脱身呢？所以我说，这很可能是咱最后一次喝酒了。最近。 我知道你担心酒，我都想好了。你看到这把刀了没有？等鬼谷上来的人，不管是谁，我都弄死他。不是交易档案吗？怎么还杀人呢？就我特别想知道，这于顺民跟你说了啥了啊？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呢？ 偌大的奉天城里，明的是日本人，暗的是黄秋英。咱们这次干的是破釜沉舟，我就是要赌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其实我非常感谢于顺明，因为他让我知道了自己的处境，让我清醒了。如果咱们这一次交易成功， 黄秋英一定会知道这一切是我安排的。要是小虎死了，那他更会恨死我，他会追杀我到天涯海角。所以这次和硅谷做交易，也是最后一锤子买卖。就啥意思？我没听明白。你别管啥意思，你要记住了，你在下面呢，一定要搜查好。 上来的人千万不能带武器，要是带了武器，揪的命可就交到你手里了。因为我们不管怎么交易，硅谷是不会放过咱们的。行，我明白了，你放心，我肯定把事办好。好，来，祝咱们成功。 Nice. 钱队长，有紧急任务，请您到特高课会议室开会。 围捕大佐命令，万善丁负责押送到行军现场，钱广来负责监视。一旦黄九英出现，立即击毙。嗨。 鬼谷做出这么大的动作，我认为很可能是和档案有关。秋英姐，都什么时候了，你有没有想过救小虎啊？你别打断我的话，我在说什么，大家应该很清楚。过来哥，你来的正好，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鬼谷为什么要对一个毫无价值的孩子？ 做出这么大的动作，他究竟想干什么？今天上午，我被叫去开会。我和万山定负责这次行动。万山定问：“为什么让我和他一块践行？”当时佐佐木笑而不答。我想这里面一定有阴谋。枪毙小虎只是一个幌子，鬼谷真正的目的。 是想和文艺杰做交易。我的想法和你一样。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我难以介入。不过肯定的是，秋英啊，这次鬼谷铁了心的是要想杀小虎。秋英姐，咱们还是先救小虎吧，毕竟交由档案的事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别说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夺回档案。 不是让大家冒险去救我儿子。广来，有交易的确切地址吗？没有，根本查不到。但是肯定的是，他们的交易一定会在城里，因为鬼谷之所以这么安排，是想很大程度上分散我们的兵力，在最关键的时刻让我们造成首尾难顾。城里，丰田城这么大，怎么排查？ 我们的人力根本就不够。大鸟，把地图拿来。前几次，鬼谷和温一杰交易地点都是温一杰安排的，我想这一次也不例外。你们看啊，温一杰选定的地点，小巷小道很多，地形复杂，易于脱身，而且。 距离日军的驻地较远，我想这一次他们也会选择在这片区域进行交易。我同意。可是，就算范围缩小到这个区域，我们的人手还是很紧张。要么我向上级请示。根本来不及。就算增援到了，他们的交易应该已经完成了。川西。 你现在立刻部署人到这个区域进行排查。耿燕、大江，还有娟子，你们和我一起行动。我想，小虎被枪毙的时候，应该就是文一杰和鬼谷交易的时候。秋英姐，咱们还是……你别说了，你们先出去，我想静一下。 小虎什么时候有节？下午。我想再见他一面，也许是最后一面。大家都来看！ 看到了吗？这就是康维的下场。10.鬼谷阁下，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与市民先生，大驾光临，有什么事情吗？我是来求你网开一面，然后再见我儿子，见最后一面。我猜就是这样。不过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你本来可以保住你自己儿子的性命，但是你没有这么做，所以只能怨你自己贪生怕死，才会有今天的下场。全是白阁下所使。难道一个亲手害了自己儿子的人，还有脸去见自己的儿子吗？喂，こいつを連れ出すんだ。不要走！我告诉你，你没有任何资格在这里讲给我讲话的。不管你说我是不是没利用好机会，还是我害了小虎，但我今天跟你说的话非常重要。你说我没资格见我儿子，但我跟你说，我绝对有这个资格。我见过文艺杰了，他跟我提起过档案的事情。你还记得什么？你搞这么大的声势，是为了掩藏你真实的目的。我可以帮你跟温逸姐做交易，作为回报，你放了我儿子，给他一条生路。 回走，催泪大赛。鬼谷太君，我保证顺利帮你完成交易。とっとと連れ出せ。二度と俺の前に連れてくるな。鬼谷太君，我求你！大哥，早速任務に当たってくれ。現金はすでに金の延べ棒に変えておいた。10万大安元分ある。前の2回では奴にこれを渡す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今回は頼むぞ。成功はあるのみ、失敗は許されん。はい。 行動するとき、ちゃんと隠れ。出発。我要见鬼谷大佐。对不起，不可以。我有很重要的事儿得跟他说。 回去。于世民先生，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啊？我要是不这么做，你会来见我吗？什么意思？有些话得跟你说，不说咱俩都得后悔一辈子。 俺の部屋に連れてこい。 你见到位，就凭自己。你能赚取多高高的大元了？我都说过了，我根本就不想逃出这个院儿。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能够坐在这儿跟你说上几句话。有什么话尽管说，不需要任何隐瞒。 鬼谷先生，自从我决定以这种方式吸引你的注意，你的这一切我已经不怕了。我的儿子正在被押上刑场，我的妻子也离我而去，我没什么可丢的了。所以也没有了害怕的理由。难道我真的看错了你呀？我以为你只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而已。鬼谷大佐，你不同。以你在军中的地位，你不想落一个鸡飞蛋打的下场吧？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过了，我见过瘟疫劫了。如果你接下来可以慎重地考虑我的建议，那么对你来说还不算晚。你威胁我，乖乖地告诉我，瘟疫劫对你说什么？刚才你也说过，我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现在。 更加不是。你信不信？我现在可以杀了你啊！我要看你，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杀死我有什么用？你杀了我，谁会告诉你关于瘟疫劫的事情？ 我是从奉天城回特高科的那天，在大街上碰到的瘟疫姐。她请我喝了杯酒，跟我提起了有关档案的事情。瘟疫姐现在很清楚，前有你鬼谷大佐，后有黄秋莹，她随时都会出事儿。所以瘟疫姐现在是一只惊弓之鸟了。两个班子坐在一起喝酒，有意思啊！多么好的场面啊！两个为了活下去而拼命挣扎的人，所以他们给对方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刻骨铭心。我相信这次交易是瘟疫劫安排的，而且我敢断定，这是他跟你做的最后一笔交易。 什么意思？既然瘟疫劫已经打定了主意，那么这次交易绝对不会像之前那么简单。他一定会搞出点事儿来，你意想不到的，对你不利的事情。你想要什么？说吧。很简单，让我帮你跟瘟疫劫做交易。 我刚才看见佐佐木和美菊子已经出发了，我相信就是为了完成这次交易的。如果你现在放我出去，还来得及追得上他们。难道你的儿子就会马上死掉？你还会这么好心来帮我啊？没错，我现在绝不会跪下来求你放我儿子了。 我背叛了我的组织，我的儿子死在你手上，我的报应。如果我帮你完成这次交易，我要你放了我，给我一笔钱，不用多了，够我跨过乌苏里江，踏上去海参崴的客船就够。 はい。こいつを佐々木のところに連れてくんだ。対策閣下、どこを探してますか？ルゴジャ上殿だ。立刻出发，我们履行各自的诺言。怎么样？他们果然没有走特奥克的正门，美居子和佐佐木从后面带着几个乔装特务出来的。他们往哪去了？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一起行动，后来我们跟踪他的弟兄被暴露了，结果他们中途给分开了。那你看清楚了，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他们的行动大致方向可以确定，应该是往北。以特沃科的位置来看，往北的主要地方应该是老爷庙、东门大街，还有罗锅桥酒店。那我带弟兄们继续排查。去吧。 绝对不是巧合，肯定是有人提醒咱们。这个时候还有谁呀？离这最近的地方是卢沟桥酒店，走。不说好了一个人来的吗？ 档案又没带在你身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交易前你跑了怎么办？小子，钱就在这儿，今天就让你开开眼。哎呀！ 乖乖，现在我可以去看文艺杰先生了。干什么？哎呀，我得搜你身。搜身？为什么？那为啥？你交易档案安全呗。那你能保证我的安全吗？难道文一杰他就没有带武器吗？你哪那么多话呀？你交易不交易？你不交易我走了。你。干什么？往哪儿谋？我看看日本男人跟中国男人那玩意儿有啥不一样？差不多。八嘎！干什么？啊？三？那不就完了吗？害得老子费半天劲。 是佐佐木阁下吗？档案带来了吗？全在这儿。 算了，不会有假的。放我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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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吧。让路！是你！ 棉花，给。根本止不住，大家去找医生。青云姐，不能去，现在去的话全暴露了。暴露什么？快去找，快去！别去，只是枪声。 你别说了，你不会死的，我不会让你死的。小英，我有话要对你说。你说。咱们家小虎真的很懂事儿，要是没有小虎。 我走不到今天，志明，你别说话了。是小虎给我勇气，走过来。小虎说：“我是最勇敢的爸爸，最好的。” 爸爸，淑敏，秋叶，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不会让你死的，你不能死。我有你，有小虎，这辈子